前的这个没有 5G 的时候呢，可能这些图像的传输啊，数据的传输啊，这个带宽各方面也不够。那么现在有了 5G 之后呢，我觉得 5G 和 VR 呢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完美的结合，能够加快这个促进更多的 VR 的场景的应用。